轨迹应该是下图何者。我们看到图上的 XT 图，我们的0到15秒是一条斜直线，表示它做的是等速度运动。而我们的甲乙丙丁图中，甲是同一个点，表示静止，不会。那丙跟丁呢，一个是呢越来越慢，一个呢是越来越快，都不是等速度运动，只有乙是等速度运动。因此第十题题问我们说，请问0到15秒小轩的移动轨迹应该是下图中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。